父亲大人，怎么了？咱们许久不见了。那个，突然叫住您，非常抱歉。哼，你们丝毫没有继承我狼主之相的品格呀。那么有什么事吗？你们两人该不是想找我聊天去吧？皇族们已经安全地转移到了夜。 那些是父亲为眼中钉的家伙们，再也无法亲自拿皇族来当他们的挡箭牌了。父亲，你这是？没什么，曹操大人对我这个狼顾之相有所防备，真是有先见之明啊。曹操大人看中了我这个遁世之人的才能。 并提拔我成为魏国的中流砥柱，在权衡了我的野心有多危险之后，最终还是选择了我的能力。当时我对此非常不解，毕竟我丝毫没有考虑过要背叛曹操大人。父亲，但是。 如今我们的所作所为又如何呢？在这个宫廷之中掌握实权的人，原来如此。这样说来，确实如此啊。曹操大人有位优秀的继承人，失算的是曹丕大人英年早逝。你们听好了，今后。 兄长，你怎么起来了？无妨。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退路，仅靠削弱魏帝身边的人，无法除尽那些跋扈的庸人。新时代的天命会由我们创造出来。不过，子上，帝位即是天命，无论我们如何费神，如何拼命，都有可能得不到。兄长，你，子上。 把你全部的力量借给我吧，一起实现司马一族统领天下的大业吧。啊，那样的话，子上愿尽全力相助兄长，你们也一起来吧。没想到你也有如此可靠的一面。 受了这样的伤，似乎也值得了。出发吧，迈向我们的巅峰。你好啊，司马昭大人。你好啊，刘公子。最近你过得怎么样啊？
还不错，偶尔也会觉得寂寞。看你这个样子，不像是在怀念蜀国啊。是啊，伟大的先人们有远大的志向，但我生来就不具备继承那志向的才能。每每意识到此事，就非常的寂寞。这样，我有的时候也会非常不安。三分天下的先人们的气量，是吾辈穷其一生也无法企及的。广阔、深邃，那气量仿佛是没有边际一样。但是啊，他们早已经不在了。我们总不能依靠他们去走接下来的路吧？要去了解和理解他们的气量，理解其中所包含的信念，最后将这些信念全部领会为我所用。你真强大，如果我也有如此强大。你还是算了吧，那样的话我就必须得斩杀你。我跟你不是早就已经下定了决心吗？你要一直这样愚昧下去，而我要一统天下。各位大家好啊，今年似乎也会丰收啊。是啊，邓艾大人辛苦建设的这条运河为我们大家带来了生存的意义啊。嗯，想当初我只是看了地图，所以就建设在了我认为必要的地方而已。无论地位变得多高，身体变得多强壮，为人丝毫都没有改变啊。自从我和大家一起在各个战场挥汗奋斗时开始，我就没有改变过。今天我就是为了对此进行确认才来，你们先说了出来我就放心了。成都那边似乎很辛苦，在这里还请打起精神啊。是啊是啊，我们听说您今天要来，大家还准备了宴会呢。我们准备了许多邓艾大人喜欢的猪蹄哦。哦，那真是多谢了。那么今晚就一边吃猪蹄一边回忆往昔吧。今天晚上一群大侠可都期待着邓艾大人呢。此上大人又到哪里去了？真是的。子上大人。轩辕姬啊，真早啊。居然放着正屋不管，在别人房里睡觉，看来需要惩罚你一下啊。嗯，拜托了。怎么这么爽快？最近大家都与我疏远了，真是无趣。只有袁姬你啊，还是原来那个样子。无论历程变成什么样子，子上大人就是子上大人。
你会像这样逃出来，就是最好的证据啊。是啊。如果疲惫了，就原谅你一下好了。啊。不过，为了防止你又到别的地方去，我要在这里守着。啊，那太好了。越看越觉得这是固若金汤的要害之地，简直想要称赞那愚昧的蜀地了。幸好他干脆的投降了，双方的兵力都有了保障。然后，如今这天然的城塞和大军都归我指挥了。已经准备好了。真快。作为奖励，就顺便实现你的愿望吧。在那之前，就友好相处吧。我会遵从自己的才能与野心，我要粉碎这温吞的和平。没错，我要将天下收入囊中。司马师大人，我正在为难以承担的使命惶恐不安。征东大将军赐予身份低微的我如此重要的职位，我究竟能否担当如此大任呢？究竟要我说多少次才能明白？我并不是觉得你身份低微，诸葛丹，在我眼里你是有功之人。司马师大人，兄长一定会这样说对吧？司马昭大人，你可真是……不要那么生气啊，玩笑开的确实有些过了，请你原谅，不好意思。不，并不是那样，我感觉到了你心中的司马师大人，这让我非常惊讶。就算你化为腐朽，也是司马师大人的弟弟，或许无论性格如何不合，今后都要辅佐你啊。怎么说呢，你能这样说真是太好了。不过如果你偏离了人臣之路，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整治你，那就是我的职责所在。明白了，请务必如此，大将军。遵命。你就是夏侯霸呀，长途跋涉辛苦了。据说你是星彩母亲的堂兄，感觉长得不太像啊。我也这样认为，不过性格感觉和母亲有些像，就是一旦下定决心就绝不回头的作风。不不不，星彩大人，请先别管我的长相还有性格什么的，我到蜀国这边来也是有我自己的理由的。你是魏国名门夏侯一族的人，这样的重臣却向我们投降了，如果没有合适的理由，我们就不得不怀疑你了。不不不，姜维大人，
请您不要把我想得那么复杂呀。我不想卷入他们的争斗，就此终结一生。我想赌上一赌，在蜀国展开新的人生，仅此而已。拜托了，请让我成为蜀国的武将，我一定会做出成绩的。好吧，夏侯霸，今后希望你能和大家一起努力。真是太好了，非常感谢在下夏侯仲权，会在新天地脱胎换骨，今后请多指教。司马懿大人。哦，郭槐，你的身体已经不要紧了吗？这都是托了您的福。我们一家都很安康。这样啊，那就好。司马懿大人，您赦免了我与妻子的这份大恩，我誓死难忘。我会永生永世守护您一族的子子孙孙。那真是多谢了。既然拼上性命才救了下来，今后就请更加善待灵七吧。真是感激不尽，亡故的张春华大人一定也守护在司马懿大人的身边。哼，还是算了吧，我现在只是怀念他亲手做的肉包啊。司马懿大人真是令人羡慕，我郭伯季发誓今后会好好爱护妻子，至死不渝。去吧。呀，你在这里干什么呀？子上，应该是我问你吧。现在你应该在处理公务才对。露馅了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，就不由自主地来找新的地方午睡了。哼，如果是在监视我就说得通了，你的演技太拙劣了。监视？你是不是误会了？够了，不要装傻了。如果想午睡，应该会到你熟悉的房间吧。你不必再弄脏自己的双手了，再这样下去，这恩我就还不清了。什么意思？兄长，在战场上防守的武将似乎全部都战死了，那样的强敌仅靠我们能够抵御吗？嗯，既然敌人活用机动力量愚弄大军，我们也派精锐迎战吧。晋国是大国，因此在战斗方面有一定的模式，有些敌人无法借此击败，这次的情况就是如此。兄长，
你真不愧是人称赵云在世之人，那可是过去的大英雄。英雄啊，流传千古的诸多将星都曾在毫无胜算的情况下扭转乾坤，那么我们也一样。各位，燃起斗志吧！文字谦在此出征，下！把你叫到这里来，真是抱歉。我必须告诉你一个秘密。那就请先到里面来吧。是。来，尝尝吧。刚刚交给你的材料和做法，可不要忘记哦。明白吗？嗯。只要有了这个，大家就都会听你的话。我的儿子们就拜托你了。父亲，我把您需要的各类问题的书籍全部都拿来了。父亲，难道父亲，父亲？不要慌张，仙英。真是。明明想好好睡个舒服的午觉，却被你像往常一样摇醒了呀。那还真是抱歉呢。不过考虑到最近的局势，魏国与我们一族的未来非常暗淡，一考虑到这些，我就想干脆就这样死去算了。父亲也会说丧气话啊。您就放心吧，父亲，无论有多么的黑暗，无论是什么时候，都会有光明在的。大家一起寻找希望就可以了。父亲。